Hi. 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些。Hi, my name is Kaiwan. 我们在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电器产品，有内建电池的，就是不能拆换电池，像是我手上这种小小装置啊，或者是小小的摄影灯啊，没有办法拆换电池的。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更换你的这种没有办法拆换电池的电池。就我们现在有手上有一个无线麦克风，那无线，